跟红男孩，给大家掌声鼓励好不好？耶！哇，今天真的是一个很好跳操的天气，你怎么已经汗流浃背？对，因为我刚才呢心里一直念念不忘，刚才前面开场舞跳错的感觉，是吗？对，很紧张，没跳对。我再决定我要这个好好的再练习一下，一下太紧张，看到他们，我突然忘了前面动作怎么做了。对，但没关系。自从上次那个延伸去来到我们直播间跳完操之后，对。今天呢，其实现场呢来的所有几乎都是这个跟我们一起常常在跳的男孩女孩们。对，因为我们对外没有做这么多的宣传，对，他们真的都是来的。再次要看到你们的手，好不好？呀，都是自己人。有没有看到言承旭来的那一次的直播？有没有？哇，壮帅！耶！那次他来宣传剧嘛，对不对？下花，这次虽然没有来宣传剧，但他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好看到你的，还有一个综艺节目在这边，对不对？对，心动的信号，有没有看的？如果没有看，不要故意举手，好不好？回去还是要看一下，好不好？然后待会记得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我们跳操这一次哈，我们在看着鸟巢来跳，对，所以我们全场在这个地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以后
小朋友可以一起循序渐进跳起来。好 ，Let's go， 来喽，动起来 ，Come on， 来哦，各位，跟着我们的音乐，很好。左右左右动起来 ，Go， 嘿、hey ，动起来，双手，双手，监听要给我一点音乐，嘿，我只有麦克风的声音。没有音乐的声音，再一个，很好，手往上哦，准备，五秒，六，七，go，双手，要，呼 ，come on， 要，再一个。
开，双手，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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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嗨，嗨，大人小孩跳起来，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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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on， 要交叉，后面的朋友跟我一起动起来，要上。OK， 接下来臀腿超预备了，我们点地，一起来跳一下。我监听要有音乐，对，我没有音乐，我只有麦克风声音。好，我们脚点地，我们先暖一下下肢。踢腿，一、二、三、四、六、七、八。五六七八，嘿，准备跳起来，准备 ，three two one， 跳起来，把你的大长腿伸出来，各位，加油，把大长腿伸出来，大长腿，有，非常不错，跳起来，就是这样。OK， 要看。向后蹲，向侧点，加油！脚踢起来，把你的胯打开，调整呼吸，开合跳，嘿，嘿 ，Come on， 嘿，耶，嘿，嘿 ，Come on， 嘿，嘿 ，Come on， 要，来动起来。很棒，嘿 ，Come on， 嗨嘿，哟，很好，加油 ，OK， 脚踩后面，脚往后点，身体旋转，调整你的呼吸，很好。给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准备来，现场的男神女神的举手一下，我们一起来跳起来，我们左右脚、左右臀部一起动起来，我们来一个男神女神操 ，OK，Come on， 来喽，屁股向后坐，左右两边记得哦，屁股要向后坐哦 ，Jerry， 让我们看一下你的翘臀，屁股向后坐 ，Come on。哟、yeah. ，好开心！我的朋友跟我一起来跳操，左右，耶，哎，动起来，跳起来，各位，耶，再一个，横个，练出你的好身材，再一个，二头，准备 ，three two one go， 厉害 ，oh yeah， 哎，加进二头，开的吧，哇、wow.。
好，不管你认不认识他。呀、yeah. ，不管。厉害，厉害，厉害，累不累？累不累？好累。还好吗？还好吗？大家习惯现场的刘教练吗？有没有发现他现场话很少？怎么回事？你要碎碎念。不是，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碎碎念，我们不习惯。因为呢，我在讲话，我听不到我监听的音乐，哦，所以我不敢说话。那怎么办？我刚接你们，现在刚才后来给我音乐了。怎么样让你才能恢复碎碎念的刘教练？因为刚才没有音乐，我就没办法讲，因为我一讲我就听不到，我是靠旁边的监听的。好不好？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再一次听到大家的尖叫声，好不好？耶、yeah. ！会觉得累吗？我真的觉得北京把最好的天气给我们留给我们了。你看，有风，海风还吹着我们。碧昂斯演唱会才会有电风扇在吹，真的，我们没有。但我们自然风吹比碧昂斯还贵。今天是不是天气非常好？北京是不是之前很热？这两天，哇，凉快！哇，太棒了，这个风。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风就凉快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哇，吹着微风，享受在这个草地上面。其实是基本上没有人来这边办过活动，对，它是鸟巢场地的预备场。但因为鸟巢场地旁边全是座位，啊，我们座位又不能跳操，又怕造成危险，对，所以我们就选择在这个草地上面带大家来跳操。然后可以看着鸟巢，然后一边跳操。有没有来过这边跳操办运动的？有没有？那你应该是奥运选手居多，对不对？所以各位珍惜这片草地，没觉得那个草长得特别棒吗？好想躺在那个上面，就是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跟大家说说话？对，大家看到你太兴奋，我太喘了。我发现我可以喝口水，好累哦。要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没事没事没事。你要水吗？没有，我刚刚有喝。你要哪一个？哎，那你们也抓紧时间啊！如果可以喝口水了，赶紧喝水。哎。亲爱，可以在这里碰面，说好的约定要线下碰面，对不对？对。我们有没有承诺诺言了？你的水给你放了一帮，你怎么跳完之后感觉还是好累？因为你的脸不会流汗，所以他依然头发很帅。我们不止自己来，而且还带很多神秘嘉宾来。我跟你讲，言承旭是我每一次在跳操过程当中看过，我们这么多艺人来我们这边跳，你是跳完跟跳之前都能够保持一样帅气的发型跟造型，发型跟还有他的脸，偶像就是偶像。你知道上次的吴克群来，基本上整个人已经毁了，干什么？全都融化了。我每次来我都很忐忑，我觉得因为很惨。但今天因为在户外，会比在直播间轻松一些些。对，我们让大家休息的时间可以比较多一点点。对，因为毕竟在户外嘛，所有人在现场可以注意到大家的安全。所以今天一整天一整场，其实没有在直播间一样，就是跳足九十分钟，中间有很多的表演跟 talking， 然后还有神秘嘉宾跟你们碰面。刚才其实，刚才这一次算是你来到我们的当中，是给大家的一个 surprise。有没有人知道今天言承旭会来的？有没有？有一些有吗？哈，有吗？因为他们都是男女孩，他们在我们群里发下，他们都猜到，猜到了。但当时报名的时候都不知道。待会我会为大家带来一首歌，叫《彩虹天堂》。我们今天这个场子哦，除了运动之外就不能唱歌。我要唱《很爱很爱你》，我可以清唱，好不好？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要再跳大家熟悉的操。我们接下来要带大家来跳的操呢，是魔术先生跟土耳其冰淇淋。魔术先生的时候你来喽，等一下等一下还没有，我先讲一下动作哈，先跟你说一下魔术先生前面呢，我们会很简单，是大家先就定位哦，哈，要准备开始跳了，然后手画圈左右两边，魔术先生跟土耳其冰淇淋，我们要来跳这两个招，然后有个比较难是这个手是这样子的，对对，脚这样，对，我们可以练习一下，不会跳魔术先生的举手下，会不会跳？哎，不会跳是少数哎，对。好，那待会呢，跟着我们一起动起来啊！我会讲口诀，然后跟着一起跳一次之后就会了。跳完之后我们就这样，前画圈，后画，你怎么了？没有，你是戴了耳麦之后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我戴了耳麦之后，感觉跟世界快隔离了。你帮弄掉一个，我弄掉一个好了。对，难怪刚开场的时候好像没有在台词，影响我很多，我们听不到音乐。对，那你不要戴那个啦。那没关系，今天就是一个抓到问题的时候，好不好？来，没关系，因为我不听的话，我麦克风声音又听不太到。好了，太小了。好，来，你帮我放后面就好，我带。那我们一起来跳一下魔术先生，我会念口诀，跟着我的口诀，然后动作一起就可以了。OK， 标语了，连小朋友都会跳哦。来，
我们一起来魔术先生，还有土耳其冰淇淋 ，Let's go， 来了，土耳其冰淇淋 ，Let's go，Come on， 起来，凉快，动起来，呼呼，哇，音乐再大声一点点，在我耳朵里面，哇，下毛毛雨，大雨太酷了 ，Three two one go， 闲话圈，后话圈，漩涡漩涡，再一次，闲话圈，后话圈，左右左右。不再执着，下雨了。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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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冰淇淋，这你可能跳过了，对不对？哇，很简单了，有人洒了水的感觉，有吧？好凉哦！哇，好凉快，冰淇淋化了。五、六、七、go。是小毛毛雨，对，大家喜欢在很热的天然后跳不下去，还是在凉凉的雨继续疯狂下去？哪一种要不要继续疯狂？哎，这次是在户外的感受感觉怎么样？好特别哦，很特别。Jerry 其实呢，你知道他一直工作，昨天清晨三点还打电话给我，他说他刚收工，然后呢，我早上才看到他传的讯息。对。然后今天呢，他就来到这当中，现在陪我们跳操，是不是有很久没有这样动一动了？太久了，太久没有动一动了。你基本上是把他从另外一个世界，然后带到了一个这个运动的世界来。对。好，我跟你讲，我们让他能够呢跟我们跳最后一首歌，对，好不好？就让他可以回去了。可以让他先休息，对，那我们能够最后一起来跳一下，在夏天里面，就让我们跳一跳之后，雨就停下来。好，我要夏天，要不要？雨可以停下，然后再还给我们一下。我要夏天。我跟你讲，你呢身体比较稍微虚一点的，你赶快撑个伞遮一下，不要着凉了哈。如果你们有雨衣可以穿一下。对。想要跳的也可以继续跟跳这首《我要夏天》。我要夏天，你还没跳过对不对？没有。好，来跳完这首，杰宇就要跟我们说再见，最后我们要一起拍大合照，对，拍大合照。
在这个有点小雨的拍大合照，非常的浪漫。好了，来了，各位，请准备，我们来跳一下《我要夏天》。Let's go, Let's go, 我要夏天。左边，握胸，握胸，右扎眼，左扎眼，再一次，点地，再点，右握胸，左握胸，左扎眼，右扎眼，下来，举起手来，左右，上下。再一个，下来，一起来，举起手来，往上，嘿，嘿，左边，右边，上，起，摇摆，冲，冲，冲。湿了，他被雨淋湿了。对，我们一起来拍一个照好不好？我们携一点点好运，前面。